情境推理游戏。好，来。姐姐又在陪妹妹玩捉迷藏，妹妹开心的数数，一二三四五。从此以后，姐姐再也没有陪妹妹玩过游戏。请问发生了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。可能是因为妹妹只会数到五，所以说妹妹没有一直没有数六，然后姐姐就一直躲，然后就死了，不能说那个字。哎呦喂呀！这谁下来了？是小安吗？还是皮皮，他摔下来的。他是姓甄的，应该是。晶晶。对。现在何老师该来了吧？直接撤了，兄弟们。需要拿点什么趁手的武器啥的？趁手的武器要打谁？我觉得这玩意儿挺趁手的。我这也太狠了，你可以。这是阅读室，我们要去这儿吗？是要去这儿啊。小秘密，小秘密。爸爸，爸爸，嘿，你好。藕怎样吃最美？吃藕虫。哦，对对，不可能。恶魔，鳄鱼。哦，是不是分类啊？我们要找的应该是《交换日记》。对。找到了，在这儿。皮皮，我把我们的交换日记藏在这个房间里了，用最短的线路走出书架上我标记出的那个迷宫就能找到它了，看好你哦。用最短的线路走迷宫。对。明白了，从这儿进。Look at the， 然后从这儿走是吧 ？Letter letter on the else。这个应该是拐角的某个角落的意思，角落的意思。那有没有可能是看？你看 ，J 这种就是一个拐角，这个 E 这个也是一个拐角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看，这是一个那个标志吧 ？E N 是一个。J 是 Y， 过完了。Enjoy。张哥跟浩然哥他们俩就是解谜非常有思路，然后非常快，然后玩得非常的厉害。